全款300多个拿下一间胡同小平房。我们现在位置呢属于北京市西城区的什刹海淀区啊。这条胡同呢是一条南北的巷子，两边都是可以通车的。这条胡同呢属于十三中附小的一个划片，距离十三中附小公安府仅有300米的距离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房子呢是一间人字顶的北房，也是在大杂院当中。接下来呢我们进到院子里边来看一看这间房子。这个院子里边呢干干净净啊，户数非常的好，一共是有4户人家。我们要看的房子呢就是北房，东属第一间，也是最好的一个位置。我们先看一看房子的房况啊，这是新分建的，包括换的断桥里的门窗。接下来呢我们进到本房，先从本房看起。本房呢在本面积呢是不到13个平方米，目前可以看不出来是做了一个下巴，做了一个内二层的一个设计啊，属于一个拎包入住的状态。并且这个房子呢还是带有自建的，自建呢就在里边，就在这个小房子里边。这里边呢从一进门一直到这里边都是属于这间房子的自建面积，自建面积呢大概有10个平方米左右，并且呢自建房还是带有后窗的。这间房子呢后期可以做卫生间，可以做这个厨房来使用。怎么样，就这样一套胡同小平房，全款340间的楼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房源信息，欢迎私信留言关注我，我们下次再见。